大哥，你出鱼，我出锅，咱一起搓一顿怎么样？啥意思啊？你钓到鱼了吗？我钓到了。钓到了，那就好办了。那就你出条鱼，然后我锅都带来了，你看我出锅，我在后面给你现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一个上午就钓了一条鱼，就钓了一条。给你了，我回家怎么浇菜？大哥，你信我的，这条鱼啊，做起来绝对好吃。要不这样，下午咱们吃饱喝足以后，我帮你一起钓。行，也可以，总得拍个照给我老婆报备一下。还得给媳妇儿报备呢，万一你下午我们俩钓不到怎么搞？大哥，你这还是不信任我呀？你放心，下午绝对能钓到。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你拍。好，那你给我拍清楚一点。行，来，来，大哥，造型摆好。对，三二一，笑。OK， 看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来，鱼给我，手机还给你，我做鱼去的。好，待会儿好吃饭了，我叫你啊。好的。走，老六，你帮我窝子先抽着啊，有口都别打啊，就只管抽窝子就行。这么大的鱼，老规矩，咱先给它分解掉。大哥们去哪钓？啊？去哪钓？想不好，就外面钓，太里面了。就在这钓，钓完待会儿吃饭正好。那么我再去买点酒来。有，酒也带了。哦，什么都有。起锅，油缸里头，加入葱姜蒜，加点豆瓣酱。好，大哥能吃辣不？多放点，咱给他放两个火锅底料。咖喱头，哎呀，咱给他炒化炒香，下入咱今天的男主角咖喱头，咱给他来个小猪盖杯，生抽老抽咖喱头，蚝油咖喱头，加入生命的源泉，大火烧开。开锅了，咱给加点白糖，提鲜，小火慢炖，3568秒。加入配菜。大米饭也好了，大哥吃饭了。又闻到香味了，来，快来，快尝尝。今天上午口怎么样？哦，不行，我这就怕你下午钓不到。哎，我下午钓不到，那不可能，你放心，可以吧？行啊，行，那你吃着，我去试试。好的。老六，吃饭去吧，我来。好嘞。我看今天大哥钓的是鲢鳙，所以咱们还是老规矩，咱们用富源百川的521，给他频率先搞起来，咱抛下今天希望的第一杆。漂亮溜直。咱刚才做饭的时候啊，老六已经抽了大半天了，所以咱先看看窝里有没有进鱼，有没有发窝。哇！兄弟们，太不容易了！看我这一身的汗呀，脸都晒冒油了，终于来了一条。主要是这条鱼一上来，心里就有底了。哇，有劲儿！是这个，到底是这鱼劲太大了，还是我今天坐了一下午，晒得没劲了？这水深，这个鱼的劲特别大。目前为止，我还不知道这条鱼到底有多大。哇塞！我
老刘，听这动静，这条鱼有多大？叮咚！老刘，白的还是黑的？白的，白的有这么大劲吗？就是白的吗？这不是花的吗？我看白的，我看白的花的，白的吗？好像是白的哈。趁拿来，我看这条鱼多大，这么大的劲，我去，啊，不小啊这条鱼，哎，八斤整，是吧？下货。哎，进去吧。这时候上鱼了，证明窝里来鱼了，咱们要抓紧时间。来了，哇！哎，这条有多大？两斤儿，是昨晚刚生的吧？这么大鱼哪还需要抄网？不用。那我们也试一下吧。啊，太小了，老刘，拿放户里，蚊子再小它也是肉啊。这什么情况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怎么就没了？这是碰见二三十斤的了吗？这看来是来大的了，这老兴奋了这一下。抓紧时间，老六，把工具箱拿来换线。来了！哇，这条不像真口，像毛的，我感觉。别闹啊，大哥！呀，大哥也中鱼了，来，我俩比比看谁的大。快来，我俩比一下。哦，哎呦，这条不大呀！完了，我好像要输了。完了，我输了，快走吧，别丢人现眼了。快！哎，我就说毛的这条好像是，对着我就冲过来了，这太小了，进去吧。这一杆给力啊，哦，哇，这声音啊，太动听了。哎，就有一点，兄弟们太热了，我要受不了了。哇，这鱼劲是真的大呀，野生的鱼到底不一样。哎，回来！哇，这条鱼个体不小了。还好把住了，差一点点又要给我切了。这个天就热，汗出了都已经要虚脱了。这鱼还这么大的劲儿，大哥，我看你半天没口，让你溜一下。进六爷，来了，老刘，准备好了，一鼓作气，漂亮！我看看有多大，我去，这条不比第一条小啊！入户，一、二、三，进去吧你！就因为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，而且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咱先给大哥把鱼给送过去。走，哇，大哥，今天没钓到就钓四个，
喂，这么厉害的，我这一个上午才钓一条鱼。你就钓一条？你看今天上午吃你一条鱼不白吃啊，今天四条都给你了，让你回家好交差。 我就拿一条就行了。哎呦，我又不喂鱼，咱天下钓友是一家嘛。啊，那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钓着，我先走了，咱们有缘江湖再见。好的。